Hello，江江，今天我们来开箱 Gogoro Viva XL。那这台 XL 是买给酱嫂的这个买菜的代步工具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面板上面就是有个 Go 字啊。按下我们的刹车键呢，再按下 Go 呢，就可以启动。这个呢是左右的方向键，然后这是远灯，然后黄色是喇叭，然后再看一下前面呢是我们的倒车键。非常适合女生哦，因为这台车还蛮重的。OK，那前面呢可以改装成那个置物架。那我们现在目前呢只有做这个 Y 架的部分，所以没有做太大的改装哦。那我这个版本呢是选这个铁链的版本，我没有选皮带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皮带的那个拉扯的声音哦。那就是有可能之后我要常常去清洁它。那他有教我怎么使用啊，所以等我之后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再来清洁好了。因为还在原厂的范围内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原厂呢会帮我处理。那过保之后呢，可能就要再花钱了。那这是我的 Y 架。那右边把手的部分有 Smart 键，它是可以在起步的时候不会这么的爆冲，然后还有开启后座的键。那我这边呢是可以改装 USB 啦，但我没有改装，因为我觉得充电对我来说呢不是那么的重要。再来后面是我们的置物柜，拉环呢是可以做改装的，那目前是用原厂。然后置物箱呢是可以放两顶安全帽，半罩式的，然后两个电池。OK，那我们先试乘一下，给大家听听看。现在是慢速，大概30-40公里，低于30-20左右的时候，它会有个提示声。那如果是在那个有行人在附近的时候，它会提示给对方听。觉得还不错，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。Fall into a trap that I made by myself. Oh, and I.